主料，低粉40克，咖啡粉40克，辅料，鸡蛋3个，砂糖3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3个鸡蛋，蛋黄蛋清分离打在2个盘里，蛋黄加入20克水和10克砂糖搅拌均匀，再加入40克咖啡粉，砂入40克低粉，拌匀的面糊，打发好的蛋清，取三分之一的蛋白到面糊中翻拌均匀，拌好的面糊倒入剩下的蛋白中翻拌均匀，倒入烤盘中，震出气泡，烤箱预热180度，预热好后，放入烤箱中层180度10分钟后，转150度5分钟，放温后抹上奶油，卷好的蛋糕，蛋糕去卷，烹饪技巧。做蛋糕卷的蛋白只需打个9分发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